结束啊，我们对这样的认识以后啊，我们做一些改变。然后我们谈到吃单里面谈到身口意身心身不做非礼之事，入口先戒食五荤三厌。等下我就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五荤三厌。出口的话，口不说非礼之言，心清心不动非礼之念。好，那么五荤三厌是什么呢？三厌就是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、水上走的。那各位，请问你今天用的午餐跟晚餐，你有吃到天上飞的吗？没有。地上走的吗？没有。水上有的吗？没有。更可悲的是没有吃到骨头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会怕被梗到。所以三厌这些，那如果想说，那这些不吃的话，那就是我们中午跟晚餐这些。好，那么什么叫五荤呢？葱、韭、蟹、蒜、心、菊。刚刚各位想象说，奇怪，这些东西不是生长在土里面吗？为什么我们不吃它？各位，当天气很寒冷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煮姜汤来喝？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为什么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会煮姜汤来喝？因为姜汤它有驱怎么样？驱寒的作用，所以它有这种生津的作用。同样的，这些葱、韭、蟹、蒜、心、菊，如果说过度了，你吃了，比如说葱吃的话，会伤到水，因为它会耗水气，所以它对肾脏会有。那酒呢，它对耗木气，所以对肝会有所影响。那所以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啊，佛经跟大家讲，是诸众生求三摩提，当断世间五种心菜。这五种心菜呢，他说如果说我把它煮熟的话，比较不好念；如果我们生吃的话，容易起恨憎恨的心。那我们从科学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五辛会臭，因它含有二硫化铍烯跟苹果这些东西化，这些化学物质的话，即使我们饮用的话，会让我们神志不准散发。所以正因为我们学老师的希望练就我们纯良，所以我们就不吃这五分。好，那我们学道师的，请问喝酒好吗？请问喝酒好吗？功德假酒化德什么？是那个还是那个啊？有人说喝酒不好，观世音讲这么一句话：酒是乱性之根源啊，伤智失体一朝鲜啊，面红耳赤眼神变，好像魔鬼在。有人想说借酒壮胆，对不对？哇，可是上刚那个四害丑态发出来后，我要让自己更加的丑陋更暴露。所以酒，我们学道是讲我们酒不喝。很多人喝了酒后啊，我们讲说第一杯是人喝酒，第二杯的话差不多，但是第三杯以后就是像酒在一样喝人一样。所以他们拿起了酒杯以后啊，都会常常讲一句话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样干杯，就是让干这杯啊，喝了以后啊干杯啊。所以我们不喝酒。好，抽烟，这个音响可以关掉。抽烟的话，各位，请问你抽烟吗？你们都不回答，请问，都完全没有抽烟，对不对？恭喜大家，抽烟对身体好不好？真的不好啊！有人不是讲这么一句话吗？换到一根烟，快乐怎么样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如果你抽完烟以后有快乐是神仙的，请举手。抽烟事实上对不好，不只是说它含有尼古丁，它含有137种的毒素，所以它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大。每六分半钟啊，就有一位因为烟害而受到伤害。所以我们学到这点，我们不抽它。各位看看这个字很奥妙。烟就是火烧西方的土，所以不止把我们自己的自信给熏黑了，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都有相当大的危害。有些老病人他抽烟，老烟枪，咳嗽了他还抽烟，他有一天呢咳得很厉害，他怎么可能呢？结果还是要去医院看医生，看了医生以后啊，哇哈！各位，当他挂完号以后，他坐在那里要无聊，他就把口袋的香烟怎么样拿起来？他拿起来后啊，又把烟给点了，他吸一口，差点抽不出来。那个护士小姐说：“阿贝，你都咳成这么厉害了，你为什么要抽烟？”啊，听我，
会惹到我。后来那个护士小姐就跟他说了：“阿伯，假婚就是万幸啊，主杀。”就他就带他照 X光照好以后，阿伯姐一样，那个护士小姐要走出来，阿伯，开始听，快点送送上。阿伯，我给你恭喜哦，你的主杀你要成功啊！你的看波已经啊，变波已经。好在刚刚大家都没有回答，可见我们都不抽烟。各位，你想想看哦，我们刚刚谈到抽烟1000管中，毒素中有30-34种是致癌，所以花钱就上升。如果一包烟40块，一个月要花掉1200块，对不对？一年要花掉多少钱？14400块。如果我们抽60年的话，花掉多少钱？倍涨了吧？4000块。各位，真的把一部好的车子都给抽掉了，好，小兵长好不好？好，混到处不好，钱到都没有回答。不过我可以看到各位，你们都没有小兵长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肯定的。那或许在印尼的时候，雅加达，然后去拜访一位黄医师。这个黄医师呢，他经常啊，就是说帮助一些癌症的患者。然后有一天呢、他就我去他家，去他家医院拜访的时候，他就给我几张相片，是我跟他要的。我说：“你治那么多癌症，你在哪？有没有台湾人去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他们来治疗什么？肺癌，其中有口腔。我说：“台湾人很喜欢嚼槟榔，嚼槟榔以后啊，对口腔是相当大的一个影响。所以，各位，槟榔它牙龈萎缩。”而且也会牵牛挂，然后呢，口腔会有白斑点。各位，如果说我们口腔里面有白斑点的话，那表示那是口腔癌的前兆。所以我们学到是不嚼槟榔。如果以前我们曾经过的，我们就不要再去讲了。那或许就跟他讲，如果我们跟他讲说口腔癌，好像大家也不慌不忙，所以跟他要几张相片。整个，你看，整个嘴巴，整个引起这样一个病变以后啊，他的免疫系统完全的被破坏。那各位再看看这个，要吃饱了嘛，病好穿起。各位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，这位他后来有痊愈了。黄医师特别跟高先生分享到这一点，为什么？当他得到病的时候，他觉得说：“哇，我为什么得到病？因为不当的饮食说对他所造成的。”所以黄医生说：“以后你改变饮食，不要再吃了。然后呢，你把你以前认为戒的不当的，好好的去忏悔一下。”结果一年后，他恢复了。你看，那么严重都可以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爱惜我自己的身体，我们好好的去关心一下，我们相信身体是可以。是没问题的。那各位可以看看这一个真相。他说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位得到这种情况。那这些东西怎么样？吃一些生的东西，而且在肉食中啊，因为他居住的环境不好，所以到最后你看，当他进入到喉咙的时候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虫。而且哦，这些虫呢，一直从他的整个喉咙啊，各位看到里面那个。绿色的地方啊，那是胃液啊，胃液。你看前部那个绿色的胃液哦，那个胃液是一个这种强酸哦，它既然没有办法去伤害到这些虫，那各位就可知道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对很直接的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。所以各位看一下就好，不用看。如果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认知以后啊。那我们改变一些饮食，当然要改变饮食之前，我们要对一些东西有所认知。好，那各位看看这一张，也是霍姐跟黄医师所要的相片，这就是真的东西。这位仁兄啊，他还常吃狗肉，那有一天他发现到他整个脸啊，奇痒无比，很痒，抓抓抓抓抓抓，抓到最后他发现到他整个脸都肿起来了。这个脸肿起来后啊，他发现在照镜子的时候，他发现到，哎呀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后来，黄医师就直接跟他判断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狗肉？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你现在脸的形状像
各位，就是呈现因果一个现象。那我们可以了解到，这些东西不只是老人，连年轻人都会。那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去看，以前两面时期的话，可能八个月以上到一年两个月，现在一时期到人过世的话，几天？45天。为什么？是养他的人不断的注射抗生素，避免他发疾病，然后呢再注射荷尔蒙，让他急速的长大。那这些东西都还没在这只鸡完全消化以前，我们就斩杀了。所以这样的现象的话，就直接移到我们身上，所以就很多人年纪很轻就会产生这种病变的一个现象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既然这些五荤三炼都不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哪一些东西对吃哪些东西对我们身体有所帮助。那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帮助我们身体的有哪些机能，了解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从内心中去肯定，那么能够提供我们人体热量的就是糖跟脂肪还有蛋白质，能够维持我们身体发育、构造生长及耗损的修复，就是蛋白质还有矿物质跟维生素，调节我们人体复杂的身体状况就是矿物质还有维生素。好，那各位，糖部分从哪些可以摄取得到呢？从米麦地瓜。脂肪部分呢，从沙油、花生油、麻油、菜籽。蛋白质的话，从豆类、芝麻里面我们就可以摄取到。矿物质跟维生素部分的话，可以在各种蔬菜中以及各种果菜中就可以摄取得到。所以有这么一句话：假鱼假巴买啦，请加薪。假鱼假巴买菜。他是说，如果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的话，到时候整个胃肠的蠕动，哇，我们就可以来看，各位，从这一张表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肉食动物、肉食东西跟植物性的东西它的差异什么地方。我们用500卡啊，用500卡，我们来比较它的等分啊，像比如说等量的番茄、菠菜啊，以及豌豆、马铃薯，跟等量牛肉、猪肉、鸡肉、是茄子、牛奶看的话，胆固醇的部分的话，各位可以看蔬菜这个部分的话，完全没有，就是在动物里面来讲的话，它的500卡里面，它高到它的胆固醇高到137，那脂肪部分的话是一样的，你看到植物性的话只有4。动物性的话达到36，那我们呢可以看看哦，不管蛋白质来讲的话，差不多从植物性里面呢就可以跟它达到平衡。那个贝塔胡萝卜素的话，我们植物性里面呢达到29.9，那动物性只有17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里面呢，包括它的化学元素，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当中优于肉食的东西，那我们可以知道，有一些东西啊，不是在肉类里面可以摄取到。如果我们长期的缺乏维他命 A 的话，那会产生夜盲跟干眼症，还有皮肤干燥，以及我们的抵抗力会减弱，尤其是我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。那么长期的吃肉的话，会产生酸性体质。有一天，或许在埔里的时候啊。我们埔里山上有养了一只狗，叫做小五。有一天晚上，这只狗在外面一直叫，然后后面呢，它叫得很凄惨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只狗可能在外面跟蛇在缠斗。可是一阵子以后啊，这只狗在叫，当我们出去看那只狗的时候，发现那只狗本来没有怎样嘛，一直看。这个地方很肿起来，这个地方很肿起来，这个地方很肿起来。可是那一只狗，到隔天以后啊，它就躺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它勉强站起来的话，像喝醉酒一样站得不稳。第二天以后啊，那只狗自己走到山上去吃一些野草。第二天晚傍晚它回来以后啊，那只狗的肿慢慢消掉了。我们发现到两只毒蛇。眼镜蛇跟他缠斗的时候被他，其中有一只
顶住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判定说他是被三只毒蛇攻击，结果他没死掉。各位，为什么说这一般我们如果说，假设我们根本被毒蛇咬到，会不会死掉？会。那为什么狗它被毒蛇咬到不会死？各位知道吗？因为狗它本身上帝赋予它就是碱性的这样品质，所以毒是属于酸性东西。当这个酸性进来以后，它被它的碱性的分解，就慢慢的分解掉。所以毒蛇。可是我们人如果说长期的吃那些东西的话，肉食动物的话，会产生酸性的体质，不只是体，就是说体能会比较减弱，而且容易疲倦，容易昏沉，甚至对细菌，当它侵袭的时候啊，它的抵抗它就会减弱，它就会减弱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如果像这些维他命 A 也好，包括 B1 这些东西都在蔬果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摄取到。如果缺乏这些东西的话，食欲不振，然后容易怎么样啊？需要神经不理，心跳比较急，都会产生这种现象。好，硒也是一样，缺乏维他命 C 的话，也会产生这些现象。那各位可以知道，这些食物中维他命 C 的来源都是在植物性里面才会有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吃素，各位，如果我们吃素的话，更能够重视不挑食的话，那我们身体更会健康。那或许分享一下。或许五十几岁了，我跟他们后面路人知道，或许已经打棒球的时候，或许可以把球从外直接投回到本垒。所以去教那些学生打球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他们一开始说叫阿弟，他们发现他们能够把球从那边投过来的话，他们敢叫我大哥。可以算说年龄了，可以从实力上去证明。好，再分享一下。或许孩子从小就是胎里素，就是当或许恋人怀孕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肚子里面就是吃素。然后有一天，他们念国小，一个念五年级，一个念四年级，他们相差两岁。然后他们就都说：“爸爸，今天呢，我们学校运动比赛，田径比赛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”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今天我有一些行程。”就是这样子。我把办完事情后回到家里，赶快在家里等他们。我只看到我的女儿，她从巷口这样子跳进来，然后胸啊这边挂一个银牌，她很高兴。我说你跑第几名啊？好不好？我跑第二名，我就让一个。然后我只看到我的儿子，他现在181公分，从后面从外面进来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跑第几名啊？”因为他们都没有挂什么。你跑第几名啊？现在摸摸口袋，看有没有得奖。所以爸爸手拨掉，没有。那你跟爸爸讲，你跑第几？后来我爸挡在门口，你跟爸爸讲，你跑第几？他终于讲话了，爸爸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哦，好多人哦，跑在我们前面，被我追得很惨。最后他补充一句话，全部都被你追得很惨。到人家跑最后一名，很高兴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说能够保持这样子啊，保持这样子的，如果说把这五色像白色的话，因为它是属于它能够润胃；然后黄色的话，对于能够健脾胃；红色的话，对心脏。像多半，你看吧，像这些蔬菜，多半是维生素的来源，所以说我们关切南瓜、菠菜 ，OK。绿色的话，鹿肝。那黑色就是对于我们肾有所帮助，所以说如果这五色菜不挑食的话，身体可以保持健康。那我们再从其他观点来看，素食跟荤食的比较，我们从各种角度，从医学也好，养生也好，我们来比较一下。那么从医学来讲的话，肉食的动物啊，它有齿间有利爪。各位，请问一下你们的。讲的这么长吗？所以如果看看我们的身体结构，我们应该是属于是素食。然后各位看看你的牙齿有这样子吗？也没有，对不对？也没有。
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些身体的结构里面，我们可以了解，我们真的是草食怎么样动物。好，那么肉食动物有时间，要有力爪，长食为背骨的三倍。那么草食动物的话，它持平，没有力爪，长食为背骨的十二倍，就像这样子。我们看它的总长是六倍，啊，那么它的背骨呢，就是，看各位可以从左边这张图看到，它不只是有横结肠、升降肠、大肠、小肠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吃肉食东西进去的话，它不容易消化，那么不容易消化的话，它就会在我们体内产生毒素。所以各位可以从医学上的了解资讯来讲的话，我们发现到我们国人在这些几年内大肠癌几率高不高？很高，甚至他已经列入名列前茅。有人晚上吃东西，吃那些东西后又不容易消化，然后就在体内胃肠被囤积，最后就产生这样的病变。各位可以从这个里面可以探讨到，那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肠道，这是一个比较很正常的肠道。所以暴饮暴食也好，对身体都是有所危害，尤其吃那些肉食东西的话，容易产生毒素，对于我们整个胃肠的一个肠胃的病变会更加的引起。那么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就说了，奉劝世人啊，早吃斋，人性不性处，人心杀死同胞肉，将心比心，食可。我们看到这个字，肉是人吃怎么样？真的是这样子。好，或许可以给各位分享一下，各位可以了解到这一次日本，各位知道海啸来临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们应该知道水火可以不能够怎么样相应，可是我发现到当整个海啸进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到它有一片火，这一片的火呢很奇妙的，我不能够这样子诅咒人家，恰巧的就把那整个三条街那整栋房子就给烧掉了。那这三条街这三栋房子他们平常在做什么？有一位香港记者就到里面拍了一段影片，这一条三条街里面呢，他光是在2009年他总共杀掉了鲸豚31,500哦，各位不是公斤，是吨，一吨是1,000公斤。可以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整个鲸豚啊被杀得很惨重，就在那一个时候，整个火就把它烧掉，给毁灭掉。所以我们常讲，不问世上刀刃剑，但听夜半屠宰声。那各位，这张也是或许跟黄医师这位朋友他在杀猪，杀到最后，他整个胸溃烂，凑巧的长得，他整个形状啊，就像他平常在杀猪的那个怎么样，那个样子，这是一个，这因果定律啊，天好会被怎么样说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了解了因果的现象，那么我们了解到说这些东西，我们选择好的东西，选择正确的饮食的话，让我们自己身体能够健康。那么健康有三样：年轻需要营养，中年需要怎么样？老年呢？修养。真的要修。所以有什么计划？年轻啊，要看学历啊；中年看经历啊；老年呢，看病历。老的时候很知道了啊，老的时候啊，你不用去找病，病就会来怎么样找你。所以，既然知道我们这些东西对我身体的结构也好，提供我们身体的热能、营养也好，在蔬果之间，我们就可以摄取到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观念以后啊，我们再谈一谈吃斋的好处，它可以培养吃东西，不是因为说哎我吃素了，我就是一个吃素人。而是因为当我们吃素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减少了怎么样啊，伤身。各位，曾经在乡下地方啊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是，他平常就在杀鸡，平常在杀鸡哦。然后有一天，这位杀鸡的老人死掉了，
然后有人就跟他脸香，脸香回来以后啊，他那个人脸香回来，他走过了，我们起啊，你说在啊咪啊，小小的鸭子，结果当他走过来以后啊，隔天他发现到，看啊咪啊，看小鸭子全部都死掉，一共哎呦那东西，他讲叫我那两两两两刷死，哦，啊真正是安尼，啊我是两万是。有两个老人，各位看过电视吗？老的啊，啊，讲什么呀？他讲什么？讲菜咯。各位，那对，在乡下的时候有一对夫妻啊，老人，他们初一十五都吃素，他们家里有鸡哦，跟养鸭哦。可是他欢迎到每到初一十五的时候啊，引到爷爷跟阿嘎嘛。你猜现在干嘛呢？我猜现在是公休。哈哈哈！现在开始讲英文，昨天才讲美女出来啦。你知道那个什么叫钱钞不？钱叫什么？钞啊，是用。所以，然后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自信怎么样啊？恢复光明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说，哎呦，我脑筋卖给我来讲，让来包闹。如果你真的是吃猪脑的话，如果真的不到的话，就变成猪头怎么样？互相抵制的嘛。而且可以脱离因果报应现象，刚刚可以从几张下面。就可以了解了，而且实在可以行功力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真的，你看哦，要不孩子要考试的时候啊，很多妈妈都到佛前去许愿了没有？哎呀，你都不必玩囝哦，一旦磕到什么哦，一旦磕到什么哦，观音菩萨慈悲哦，我就来吃一锅味什么？惨！你讲银囝真正去磕到一个宝，完全可以真正接受什么？你看人家小小的愿力的话，我们讲说人有善念怎么样？天地。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的话，真的，你可以不造业，不在行，然后不杀生害命，不在地，而且可以使身体健康，延年怎么样？是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可以，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到，在很多前面操办的良师益友这些，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啊。那再来，我们刚刚谈到的，可以脱离因果报应，各位。您现在的人都比较少自己养鸡养鸭，对不对？都去买来吃。那么以前养鸡养鸭的话，都有个习惯，应该年纪比较长的人都还有点这个一点记忆的。看到人家吃鸡吃鸭呀，那东西是家己饲的哦，啊你来吃，哎呀妹，哎呦，为什么你来吃？不明，这个叫公平交易。你起码养好了，请了三斤半，意思讲，只鸡仔讲，我是要吃三斤。啊，半年来好时，就要讨偌济三斤。所以讲一句话，食人一斤啊，嫌偌济。有咩人拼啊？哎，迄个叫三两啊，各位，对啊，台湾是三两，金门是偌济十三两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哦，而且哦，心肝头要甲人抬，啊好啦，心要甲人抬，心肝头要找一个安，所以讲两斤，啊两。做鸡做鸭不要死，爱台细只爱，不是我妖鬼爱用你，是我求神人来保佑，哦，再来救用你，啊好啊，你就死就死到去，唔通你来到我高高地，一刀杀你去，我出事做，好人来惊你，你看咩？为了要台啊，啊所以吼，你看咱咧拜天公的时，拜天公的时，伊滴有夹干无？要夹干，要夹干的时呐吼，伊拢爱去夹毛遐，夹毛讲啊你啥死的？我你夹毛呢？夹毛好难讲。啊，其实伊唔是咧讲，讲我都脱掉咧，我跟他讲，啊你看啥股票？夹单夹夹夹嘛，夹完咧。人真的是这样子哦，所以哦，吃的好处我可以使身体健康，跟你说，因为动物有太多的量，抗生素。而且有生长激素，各位可以发现到最近的很多的病例里面，很多女医生哦，才出来才出生几个月，这是几年后吧，就有意识，为什么？因为吃这些肉以后啊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怎么样啊，荷尔蒙激素，所以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。而且吃素怎样写下去？胆固醇比较少，身体比较健康，身体比较健康。再来。所以李祖师跟我们讲，骨肉众生肉，虽然说形状不一样，
但是修历年间断的话，自问如何？所以佛说，善男子，如果我们一个学习学道之人，一个既有善心的人，我们不要吃肉，因为吃肉者会断大悲魔咒，所以杀人为己不忍。然后明戒年轻，然后呢，好好做伙，我就去。你看有咩啊？哎，有咩吼？你妈妈要拍照片，有咩妈妈叫？咩？过来照。哎，有咩叫？咩？卖照，卖照，卖照。哇！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，各位，你想想看，愿意吗？江洛先生不理。而且以前住台湾市的时候，就住在天津路这边，那里有个圣德宝宫。有一天，我想到圣德宝宫去的时候，前两天刚好土地公在那边读了。读完之后，土地公他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，希望来拜我的善男信女，即使你们要祈求平安。”你们要祈求你们生意好的话，你只要带着鲜花束缚来。如果你们具有这个福报，我土地公一样会保佑你赚大钱，全家平安。但希望你们不要杀害生命。他就开始讲气数。他说，前一阵子有一个商人，他为了要能够把这个生意谈成啊，他就赶快跑到市场去。赶快给我杀一只鸡，我去拜土地公。结果一抬只鸡啊，顺只鸡啊，给我抓出来，我心里准备咔嚓，抬起来了，比较给他吸，吸起了伊目睭才 OK， 伊的目睭 OK 哦，各位，这只鸡啊吼，伊的目睭 OK， 你抓下去，画面镜，这只鸡啊吼抓了，然后呢，各位，这只鸡啊，它已经张大说，它头像歪过来，然后它就跟土地公。拢嘛是甜，拢嘛是甜，那无你我就袂死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拜拜拢还吃，拜拜吃。所以他说那个土地公说哎，以后鲜花树，哇，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些动物里面，它在它生长环境，包括它死去后啊，它的环境都是很干净。所以我们间接之间，我们就是这毕竟呢，带入到我们身体，而且适合路线。你发现这鸟，你本来六甲顶，这在树上，结果砰一声，啊，它不是直接掉到地上，它是直接掉到别人那边去。哎呀，我爱下戏也不难猜，砰一声，哇，多大啊！就是这样子，很好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刀兵之气，一直世上刀兵之气。但天独门也，这些过程中都是，各位可以看到猪也好，牛也好，就是鸭也好，我们看到所有的动物，没有吃动物说，当它被宰杀的时候，它是很高兴的，因为主人啊，你把我养得肥肥的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没有嘛，没那个事。所以，而且这些动物啊，当它被宰杀的时候，动物在临死之前，它是不是生气？所以他所供应的毒素是无法一时无法代谢，就直接到我们身体。所以各位可以看看，如果我们真的在选择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是在选择我自己对身体的伤害。所以十二生肖的执行表里面可以看到，黄牛症来了，鸡的禽流感来了，猪的怎么样？口蹄疫。难道你们还要吃老虎？那你们要吃老鼠吗？不要，所以不知道吃苦到什么。你说不会的，我们要准备吃素的。所以要吃素是什么？或许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怎么吃。早斋早斋，套着加刀链背弯头，你好不好？好、哦。你起来啦，谢谢啊。加刀链背弯头。哦。做番茄啊，没有。因为台湾人。扎哉扎哉，老扎老兄弟，哎，这里有意思没呢？这里有意思啊！你看那个英文的早餐，它怎么讲？不是，不是，各位，你讲哪等的话？什么意思？好，那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早上吃豆浆馒头，还要讲一模一样，会花花，好不好？兄弟。
你哦，你做生看伊家咧，我爱家才会食菜啊。搞好，过来，话再不要讲，怕你忘记咧。哦，有一个他听了一位讲师讲的吃斋后啊，讲哦，结果讲伊在食寿司，结果被发现到他在夜市吃牛肉面。他说你跑对了，他说我看板看错了，我以为是素食牛肉面。所以讲清楚，说明白，问你不会了。夜斋，初一十五吃素，你好不？少年吃菜，让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；老人吃菜，让你子好有钱，你好不？大家讲，谁人讲？你知道？爸爸妈妈做人生啊，出条路囝爱做条路，那若出条歹囝，真讨厌。初一十五吃菜，再来的话吃方便菜，就是讲咱出去了俩，这个地方没有卖素陈素的。那我们就开始，我们就叫一些菜，不要吃肉，我们就吃肉边菜，方便方便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不要手夹菜，眼睛看什么？而且妈妈在世的时候，她还没休息的时候，她有一天她跟后学讲，她讲吼，哇吼，足混吧，你想要混吧？你还讲一个理由，我足混你，为什么你混？我好你做好钱，太有问题了。改变以后就不会了，而且现在爸爸也是一样，70岁，身体很健康，所以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方便斋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吃前斋了，那叫菩萨戒了，真的就跟这些畜生恨，当然要环境许可，好不好？那你听两天后悔了，你等你拍胸啊！今天开始我都吃菜了，爸爸你是去中邪了？因为我为了我的身体健康，我为了要你吃老吃到百二，啊，为了你吃老真好命，别讲吃到95，我今天我全头颅。等你，然后呢，环境许可了，人家给你煮给我们吃，你自己吃得下，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为了自己身体健康，真的考量一下，好好的去了解啊，自己世界史。我们讲到见伤、闻伤、滋养、味闻伤，都可以知道，当动物被宰杀的时候，其实上那整过程都是很残忍的。所以，以上你所听到的，一定要把这一句话记起：满腹浊气当上升，自古今有恒定理。科学论证理论呢，将对证，不信你们查。之后，世界将更新，尽流是数怎么样？主权在天啊！主权在天。20世纪，慢慢会走入到这个世界，而且我们对整个地球比较保护，因为地球转不转，啊，继续下来。所以我们共同来维护我们这个地球，让后代的子孙能够有更好的环境，然后也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不再造因果。你这么开心，只要一句话好，你就带来真大的福报。好事做姐姐，互恁子孙悲惨搁悲甜，安尼好不？好事做无村，互恁代代出着好子孙，安尼好不？嗨，这款声音，这款声音，你哪好啊？当时，哪里个大声嘞？好事做姐，互恁子孙悲惨搁悲甜，好不？祝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。